鱼啊水中游，我在游泳。哎，黄玲，你看，哎，这个是什么？哎，这个是什么？哎呦喂，差不多五公斤哎，我是你呢，哎。垃圾全部装进来。啊，四天三要装这个。没错，我们垃圾全部装在里面。最后一天。啊，这很小哎。好，最后一天的时候会比赛谁的垃圾最多。哦。那个最多垃圾的人呢，就要负责把我们所有团队的人垃圾全部带回家。啊，环保小天使。哎，可是我跟你说，宝妮，我们两个垃圾算一份。啊，我们两个算一个人头。没错，很不公平吧？怎么会这样？但不要紧，不要紧，我跟你说啊。我刚才啊上船的时候啊，看到我们一个企划姐姐，哇，那个妆容之美丽啊，那个化妆棉还有那个面膜，一定超多的，不用怕。我天生丽质，需要任何的面膜吗？不用，我们乐色一定是最漂亮的。在我们最后一天见证章，好，乐色减量任务，耶！你看这间民宿超美的，它叫做蓝色海湾，而且是不是很像童话故事中的城堡啊？我觉得它很有希腊风情呢。没错，而且它唯美之外啊，它也是一间永续旅宿哦。哎，听起来很棒，我们赶快进去看看。房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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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间。哎，熊大，你的行李箱，你的行李箱，等一下。哎呦，哦，算了，哦，等我，等我，等我，熊大，等我，等我。房间，房间，房间。哎，熊大，等我，等我。哎，宝妮，快快快快。哇！你看，那城市超多跟海洋有关的东西的。因为我都还喜欢海洋，然后我的设计风格，我们又海岛的风格啊，所以说我把我房间设计成每个房间都是有一种鱼类的代表这样子。欢迎进入我的房间，海马房。走走走走走走。在。海光超赞的啦，耶！你们看，你们看，你们看，这是多利多利鱼，它是海底总动员里面那一只非常健忘的鱼啊。然后它是什么？太可爱了吧，这个海马！哎，你们知道吗？海马爸爸是暖男爸爸，我听他肚子前面有个育儿袋，所以小海马都是海马爸爸带大的。然后听说这些壁画啊，都是。来民宿这边换宿的朋友画的哦，或者是老板女儿自己也会画。原则上是不提供一次性一段使用品之类的，啊，我们都尽量提供就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东西呀。赞。因为我们生活在这里，所以说这是自己的家园，哎呀，所以说要做到这里，要把绿岛的特色，游客多的时候真的有点多，还有我们要降低就是垃圾的量。超棒的，那是无敌海景呢，超棒的，直接看得到海洋耶。你知道外面这个椅子啊，就很适合怎么样？晚上黄昏的时候看着日落，然后就可以喝着你的果汁，啊，坐在外面超赞超美的。啊，天哪，太赞了！
偷偷收拾行李回家了。礼拜一还有工作呢，可是很忙。宝妮，看起来这两天要靠你了呢。啊，还有那个垃圾减量任务啊，不要害我，我不想背垃圾回家，知道吗？我刚才看到很多艺术作品哎，听说都是这间店的老板画的。走，我们赶快去瞧瞧 ，Go Go！ 哎，老师好，你一定是洪奇老师对不对？对，嗨，宝妮。那老师，你现在在创作什么动物啊？这只是金鱼。金鱼，它是拿环保杯吗？这样。喂。你好，他其实拿书本啊，书本，对啊，书本，因为是刚刚说的拟人化啊，哦，这是爱看书的金鱼，对，对，爱看书的金鱼。毕竟是住在海岛，所以会有一个情感所在。那有时候搭船过来，在路上可能会看到，幸运的话，可能会碰到海豚啊，会。也许会看到金鱼说不定，可是非常少之又少，所以才想说，鱼的曲线其实也很美。下雨去旅行，或者去庙拜拜，生活形态去做一个串联的发想。其实主要是因为我在去海边有时候玩水的时候，那可能看到潮间带，会附近都会有很多游客随意丢弃的，像保特瓶啊。然后酒瓶，然后一些大型的家具废弃物，都那些都有可能。那因为你想说你去海边赤脚踩沙滩是一件放松的事情，可是当你踩到玻璃尖刺那种感觉是不舒服的。如果说鱼或海龟吃到那些海洋废弃物，那它是不是增加它痛苦？这样子，那不如先从本身做起。类似像净滩，像乡公所也有做号召净滩活动，我觉得这概念是不错。然后那我就去不定期去海边捡一些可以再生利用的海洋废弃物回来再做重组。我现在在沙滩旁边，马上看到一堆垃圾，我来带你直击现场。哦哟，这是什么？一个很大的。啊，塑胶袋，感觉有一阵子嘞。我走，把它捡走，不可以在这里。然后宝丽龙，这么大块的宝丽龙，因为宝丽龙它不会在自然中分解，这么大块，它捡回去。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我觉得它很像一双鞋子的。边，那它真的已经是在自然中，已经烂到不行了。这个鞋子怎么会在这里？绿岛的风景这么美丽，可是我却在沙滩上捡到废弃的皮鞋、雨伞、宝丽龙，还有数不尽的宝特瓶，真的是让我很心疼这块土地耶。哇，我刚刚大概捡了半个小时，现在这袋非常沉甸甸的，来看看它多重。哎呦喂呀！沉甸甸的声音哎，这样大概哦有5公斤哎，我的天哪！大家一定要好好爱护环境。那这袋我们就带回台湾。垃圾减量任务，我们来看这次绿岛旅行谁制造的垃圾最多，来吧！
要来称重啦。一红把他的垃圾交给我，所以我现在有两袋，但是我想应该是还可以的吧。140公克，来下一位，60，怎么可能？我跟一红140，人家一个人才60而已。下一位，100。好，这是摄影师的。摄影师，你紧张吗？不紧张，来。